非常非常的激动。非常喜欢，我觉得是充满了力量。然后跟我觉得是一种新时代的一个跨越性的一个标志，融合了很多力量，然后跟传统那种优雅相结合。当然是乐福鞋，然后跟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优雅跟复古的结合。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匠人精神，然后意大利制造的手工艺，然后非常的经典。